到吗？那马上装回去，装回去，是不是？哦，哎呦哎，哇，哎，大巧插中了，好，首先欢迎我们的富邦啦啦队。冲过去了，没有嘛？这三个身高刚好差不多哦，好迷你哦。这富邦这边怎么三个看起来像未成年？哎，对呀，像这个幼稚园啦啦队。警察李健，警察李健，对呀，自己介绍一下自己来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富邦 Angels 的慈妹。Angels，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富邦 Angels 的丹丹。要加 S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富邦 Angels 的奶昔。哦，重点是 Angels， 没有当中慈妹乡音比较重，我是 Angels 的慈妹。Angels， 有吗？有吗？你们富邦啦啦队不是有七个吗？七个，七仙女，六个，哦，七矮人吧？哦，他们算小只嘛？刚好这三个刚好都是，都不能太高，有高的，有高的，今天没来，高的没来，高的在温迪那里，是是，他们真的很高，这边哦，看起来他们你们是比较成团最久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从拉米戈开始到现在，哎，一看就知道岁月哈会流逝。什么意思？不要讲这种话，不要讲这种话。来，介绍自己，介绍自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Love Ten Girls。Hello， 我是琳达林蛋，我是曲艺，我是云溪，我们要加 S。好。Love Ten Girls， Ten Girls。哥，你知道整个尾牙期间呢，我遇过最多就是他们。对。他们接好多尾牙场。然后他们这个人多势众 ，Love Ten Girls 多少人？我现在31、32。因为你会一直遇到，是因为我们可以分很多曲。对啊。一天可以接五场，对，31个，好，32，32，32，对，加我们多会多会啊，对，我们有外籍的，你这边才7个啊，16个，虽然他们只有16个，但是我最常看到的就是富邦 Angels， 哎，对对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表哥是他们的球迷，我表哥都会拉着我去看他们比赛，漂亮，哎，点点，哎，对对对，可是你刚刚。我都是跳中性的哎，对啊，可是你刚跳的是中性的，三星而已，我都关注了，都关注。来这边云豹女，云豹电豹女，电豹女，现在最红的就是这一对，真的，对，哎呦，听说 Wendy 就是那个哦，恭喜你，现在冲出新生，恭喜你，现在多漂亮，对啊，对你那时候觉得卡到音不好。要跟孙生，还不如跟孙中山。不能这样比喻啦！
我们国父嘛，对不对？比一下，你看，前景一片看好，好不好？因为你们手长脚长哦，自然会跳起来比较辛苦啦。对啊，这边是常经常在一起啦，对，对不对？默契。你们这个这一团有几年了？蛮久的，11年，11年，11年了，然后11年了，十年，哎呦，哎，岁月。那你们跳的时候会不会一直有骨头的声音？看看看，摩擦。颜差最大，走在路上会问说你是谁？好，票选之前，只要被抓出来素颜的，我们就卸妆。来，哇，玩得很大，卸妆这么硬，卸妆不是你的妆掉了而已，是直接掉粉，好不好？卸眼妆，眼妆啊，眼睛是女生最重要。眼妆，眼妆，卸眼妆，双眼皮贴撕掉。啦啦队谁卸妆差最多？丹。直接去了 ，Lock Ten Girl， 谁卸妆差最多？来，直接拿出来卸。哦，嗯，云豹、电豹女，谁卸妆差最多？承认，自己承认。各位，卸眼妆就可以，眼妆，好不好？给你们30秒卸妆，自己没有卸清楚，我们就亲自动手了。计时开始。等一下 ，Rico 不是这么毁的 ，Rico 是别人，不是我。还有贴脚睫毛，还有贴脚睫毛，那要叫哎，把那个睫毛撕掉了，帮他拔那个睫毛，把他的睫毛，把我的真正的睫毛也快要撕掉了，快点，对，来拔掉。学姐帮他卸，学姐帮他卸，一根都不可以给我留。哎，他们休息是跟蔡奇亚一样，真的。Combo this， 哎，录完这一局耳朵很痛是正确的吗 ？Combo this， 正确，是正确的。我云溪你是涂多厚啊？哦，其实云溪没什么差，但是他很容易把自己画得很厚。哦，对，他会不小心把那个腮红画得跟那个猴子的屁屁一样，下手太重了。对，所以他就会变得妆很浓。你腮红可能要卸下，哎，怀德笑很大声，不然他其实没什么差的。二一，时间到，好，丹，单眼皮，单眼皮，看着中央摄影机，来，一二三，左右两眼，哎，不会啊，还好啊，还好啊，还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他，银眼，哎，银眼，哦，银。瞳孔放大片，我要拿掉吗？那马上装回去，装回去是不是？哦，哎呦哎，哇，哎，大小差这么多，好，喂，为什么会带回去？对啊，哎，这个效果怎么那么强大？对，银眼对女生来说很重要，对，真的，因为她眼睛太大一颗了，太小，嗯，没有，是你眼睛太大，她小时候的照片眼。基本上你都只看他眼超大，对，他眼睛超大，所以他一定要戴隐形眼镜，但就是瞳孔很小。哦 ，OK， 好，再来云溪，一二三，哎，你没有卸啊？对啊，你卸完了，因为我有种睫毛，而且我本来就是我自己的眼球，没有戴隐形眼镜。哎呦，有，卸了，可以卸整脸啊！哇，前面卸太厚，你把腮红弄掉，你不要走了。不小心画太浓，哎，那个我一抹就好，一抹就好，我抹一下，不要那么红啊，一抹啦，一抹就好，抹一下，确实，因为他以前那个日本团体啦，习惯就是把自己弄得比较厚一点，哦，哎，我觉得工作人员很好笑，哎，他们围在那里看，当然要看，仔细那边看比较清楚，这边是谁？来，少仪，一二三，他完全变单眼皮，你看。有时候会变双眼皮，然后他现在变单眼皮了。真的哎，哇，好惨哦！有化妆才会有双眼皮。我觉得这个已经很牺牲了，应该不用刁难了。但其实你皮肤很好啊，你们的本质都很好。底很好了，底很好，厉害厉害！你看他们多欢乐的一群，对对呀。